已知5加圈圈分之2加圈圈等于4分之3，现在要你求圈圈等于多少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对于小的数扩倍可以，如果对于大一点的数，你扩到猴年马月都不一定能扩出来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个4分之3已经是最简分数了。好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分子看作是。 我们用线段图来表示，你看，1、2、3，那么分母我们就可以看作是4，对，4分，也就是说，比它多了这么1分，这一边先放这里，不管了，再来看到这里，左边。 左边分子是2加圈圈，分母是5加圈圈，不管这个圈圈是多少，这一个分母比这个分子永远都是多。3，因此我们再回到这个线段，也就是说多出来的这一份就是3，多出来的这一份是3，那么把这个4分之3还原一下。 所以，这里分子有3个3，那么就是9，分母有。